翅膀，指引希望，圣洁之光。晨雾暖茶香，花朵孩子迎风高声的歌唱，万物生长悲喜上，生命传递能量之光，去梦想故乡，神的故事总经历过了沧桑，不用害怕为守护变疯狂，竭尽全力享有幸福模样，风雨量会勇敢，春风拂花开不败，心上人从未离开，超越至高点，勇往向前方，大声的喊，突破黑暗，心就当这一道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下子大家都不开心了，总觉得是我做错了什么，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千寒已经两天没来上课了，我好担心他。一同、舒心也不知道好不好。早上上学的时候被一条恶狗追，害我跌了一跤，还迟到，讨厌。我最近也很倒霉呢，有些人完全不顾别人。你看，就是这种许愿花，向他许愿很灵验哦。那个老是欺负人的坏男生真的倒霉了呢。你不是也有个很讨厌的人吗？来试试看。试试吧。不如我也来试试。这哪里是许愿，明明是在诅咒人嘛，这么做不太好吧？有什么关系嘛，反正又不一定有用。还是算了吧。千寒昨天都没有来学校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安安，你还在为那天百草园的事情不高兴吗？我那天说话太冲动了，我很抱歉。没有，其实我才是抱歉的那一个。这样就想破解我的黑魔法，没这么容易。是我先带错路。可是我是无心的呀，你们却为这点小事针对我。安安，千寒最不应该，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却不帮我，我才不要去看他。让他难过去吧。安安，这样讲你太不应该了，我真是不明白，那样温柔稳重的安琪儿女神怎么会是你这个样子。我就是才不要你管。哼，臭小鬼。这个七夕，暗影精灵王。
咦，那不是妮妮吗？她在干什么呢？妮妮，快迟到了！你怎么还在这里看狗狗？是我啊，夏安安。嘘，轻点啦，那只狗狗好凶的，会咬人。嗯，我们悄悄从旁边过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害怕。啊，被他发现了。别怕。电线这么危险也敢碰，看来他以后都不敢来这里了。真的应验了。对了，漏电可是很危险的事，得赶紧打电话报修才行。许愿居然真的应验了。谢谢叔叔。啊，什么应验了？没事啦。啊，要迟到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刚才好像有花仙精灵的气息。啊，完蛋了，等等我们。等等。怎么突然又不见了？诶，这不是小安？班长。小安，跟上，我们得赶快了。下节是游泳课，走吧，换衣服去。我们一起去换衣服。哦，好，小爱，我们一起。哼，快点啦，妮妮。哼，等等。唉，越来越糟糕了。妮妮，你今天早上又遇到那条大凶狗了吗？其实我昨天向那个许愿花许愿了，然后今天早上那条狗狗就被电跑了。所以说许愿花是真的？嗯，我觉得是真的，好神奇呢。同学们都做好热身运动了吗？是的，老师。是的，好的，现在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下水活动，注意安全哦。嘿嘿，嘿，哎呀！小海同学落水了！哎呀！大家靠后，注意安全！救命啊！哎呦！糟糕，小班好像溺水了！班长，组织大家别靠近哦！小同学，你没事吧？老师，我没事。每次小班都瞎闹，这次真是害了自己呢。连峰，上次游泳课还推你下水，许愿花的确是真的。原来你也让他在瞎闹，不注意课堂纪律。好了，同学们都上岸了，要下课喽。好的，老师。水里好像有东西。妮妮，在。连峰，连峰。老师，连峰好像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会呢？老师，看那里。夏安安，危险！你上岸来。果然是。太好了。
朵的精灵们呢，听从我的召唤，齐聚花儿绽放，光明世纪的力量啊，汇聚起一切的美好，魔法凝结。捣乱的暗影精灵王，我命令你出来。发现的魔法使者啊，听从女神的召唤，跟随精灵们的心意，花之奇迹。别躲躲藏藏的，快显出你原来的样子。发现的魔法使者啊，这究竟是什么花仙精灵王？Try